欢迎回到青青百老汇不老传说。要说这个他亲的妹妹英拉能当上泰国总理，这还得感谢4000多年历史的泰式按摩。为什么呢？哎，这泰国的按摩手法特别出名啊，谁按谁知道啊。怎么讲？泰马萨是最大的特点就是生拉硬拽，哎，拉腿、拉腰、拉脖子，这1.6米的进去，1.8米的出来，硬拉呀，硬拉的硬拉赢了，这是从泰国澡堂子里就注定的结局。这是个玩笑啊，但各位真不要小看澡堂子。往大里说，浴池里能制定国家政策，研究科学原理；往小里说，浴池能决定人一生的幸福甚至死活。最不济的，浴池还能当个主持人呢啊。今天的不老传说，浴池就和您讲讲浴池的那些事儿。怎么跟自传似的？谁人不洗澡呢？北宋王安石算是个臭名远扬的杰出代表。你跟我拼文章，我跟你拼味道。印度江湖传闻呢，不洗澡乃生男秘方。一哥们儿为求一子，硬是坚持了37年，儿子没盼来，家里啊已经整出个7仙女组合了，他还在坚持。这边不洗澡，那边洗得没完没了。国家旅游局调查显示，去年中国洗浴业年收入1400亿，这得洗秃噜几层皮呀、啊。要说中国的浴池啊，从最早的汤盘到单人澡堂壁，再到有组织有规模的香水行，洗澡这事儿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大事儿。都说出大事儿看凤凰，不看凤凰也行，但你必须啊得先洗澡。祭祀拜天你得洗，婚丧嫁娶你得洗，治病疗伤你更是要洗。本着急百姓之所急，想百姓之所想的精神，浴池家族不断推陈出新。从给贵妃治狐臭的华清池，到日本治脚气的赤汤泉，从咱们工人有力量的石油浴和不醉不归的红酒浴，还有改善血液循环的咖喱浴，以及专门吸收维生素的番茄浴等等等等，可谓品种多样。总之一句话，我们的口号就是泡你没商量。对了，泡你没商量。刚才说土耳其浴，土耳其人呢就靠这个找老婆。现在土耳其是开放了啊，但以前作为伊斯兰国家，女孩子也得蒙头包身，只留两个大眼珠子在外边透气儿。没有去洗澡的时候啊，她得露得多点，那给儿子相媳妇的重任啊就落在了儿子他妈，也就是婆婆的身上。这当婆婆的一大早就买张早票，到这个土耳其浴的大屋子里边坐着，叮叮这个张家的女儿啊，李家的闺女，还有阿里巴巴家的他的 daughter 啊，80几度的高温呢，为了给儿子找媳妇，老太太一坐好几天，以后闻见澡堂的味儿就恶心啊，不容易啊。那他看什么呢？首先看身材，哎，那会儿啊不找瘦的，不好生不好养的，得找结实的，哎，像我这样，好，这样子 OK 了不够，咱现在这找对象都得看人品，是不是？那澡堂子里他怎么看人品呢？土耳其婆婆的经验是，澡品即人品，澡品怎么看啊？我这还真不清楚，大概可能估计啊，是看看啊这孩子洗澡的时间长短呀、啊，知道这个女孩是磨蹭啊还是急躁啊，看看她搓泥的这个顺序啊，了解这人是有章法呀还是胡来乱搞啊，闻闻她那香皂的味道，是爱马仕的还是玛莎拉蒂的呢？分析一下将来养不养得起这儿媳妇儿、啊。但还是那句话，80几度的房子里坐着，老太太没晕菜也得眼花，找来的80%都不靠谱。靠谱的还得是咱中国人，由儿子亲自去观察女方洗澡。嘿，这不是耍流氓吗？您别说，就这个耍流氓的故事被大家传颂了几千年啊。为了这个流氓行为导致的孽缘，我们还给农历7月7冠上了中国情人节的美誉呢。没错，就是说牛郎和织女呢，
记得吧？牛郎受人这个怂恿，跑到河边看那个神仙姐姐们洗澡，哎，藏起了织女的衣服，强迫织女和他结婚生子。我敢保证，每个中国人小的时候就听过这个偷窥的故事，太深入人心了。所以说，长大以后不少人都栽在这个个人作风问题上，哎，有没有啊？但这故事显然还是有它积极的一面啊，就是想成就轰轰烈烈、千古传颂的爱情故事，一定不能在家里洗澡。出去洗澡有助于解决目前我国大龄男女青年的婚恋问题啊。早在上古时期，大家就集体泡澡，泡澡不同于洗澡哦，洗是一个动作，擦擦擦，干净了算，泡是个状态，醉翁之意不在泡，大家在池子里一待，社会现象、热点话题、奇闻异事就从这儿啊，汇聚散发开了，功能就和现在的微博差不多，跟咱们今天一样，洗澡的目的绝对不是洗澡，吃饭的目的也绝不是吃饭，您像商纣王，在浴池的设计上是做出过重大改革的，打造出了酒池肉林，成为了我国最早啊带有娱乐性质的洗浴中心，是不是？相比而言，古希腊、古罗马人洗澡啊还有点正经事儿，王公贵族们经常集体泡澡堂，很多重大国策就是洗了澡给制定的。所以说呀，这政策里说的一般不都是水词儿吗？如今台湾政界还保持这种洗澡开会的悠久传统呢。总统立法委员的这个里面有164席，这个里面啊属于咱党派这兄弟只跟咱这13个，所以我现在要说就是说咱这13个一定要团结起来，每日有耶稣最后这个安排互相来出卖哦。就在这名字上，台湾啊学的日本，泡澡不叫泡澡，叫泡汤。你看这名多晦气，谈什么事儿也得泡了汤啊。刚才提到那古罗马，正是泡汤给亡了国。罗马呀，当时用的这个水管材料是有严重问题的，导致这个洗澡水里边含有大量的铅，天天这么泡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关键是 IQ 下降很严重啊，最后基本上扛不起枪，说话都流口水，被日耳曼的铁骑掀翻在地。倒是差不多同时期的古希腊，在澡盆里找出了大学问。古希腊有一个国王啊，拿金块找人做了个王冠，总怕被人掺假，哎呦，愁的都快抑郁了。哎，这武官拎着大刀说：“陛下，咱给他切开看看。”啊，那怎么行呢？万一是正品，那不也成废品了吗？文臣说了：“陛下，真做假时，假亦真，何必那么在意？放下吧，放下吧。”这国王没放下，大臣啊被下放了。总之，文武百官抓破脑袋也找不出好办法，这差事就落在了古希腊科学院高级研究员阿基米德的身上。领导交代的事儿，他怎么着也得想办法办好啊，是不是？小米啊就充分发挥了钉子精神，吃饭想，睡觉想，洗澡的时候都琢磨。阿基米德真是前世积德，阿弥陀佛呀，终于就在这浴盆里找到了办法。这个过程大家应该都了解啊，阿基米德原理，也就是浮力原理嘛，啊，靠着浮力，小米也捞了不少浮力。后来啊，人也开始膨胀，口无遮拦呀，啊，满嘴狂言，说给我一个支点，我能撬动整个地球，吹牛不上税啊，我可以给您一支点，把你那杠杆拿出来给我看看，哪儿呢？上大学的时候，这个食堂的米面太硬，我们呀当时还篡改了这句话，是给我一个馒头做支点，我能用油条撬动整个食堂。躺在浴盆里做大事的还有一位，哎呀，可敬了，出现在18世纪大革命时期的法国，叫让·保尔·马拉。此人呢乃雅各宾派的掌门，为躲避这个迫害，
常年在地窖里边工作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地下工作者。后来呢，马拉得了严重的皮肤病跟湿病，在那地儿为了减轻这个病痛啊，只能天天泡在这个放了药水的浴缸里，坚持在浴缸里还处理公务。邻居们都说，马拉哥要是进了浴缸，就是八匹马都拉不动啊。没想到后来他真是在浴缸里不动了。话说西元1793年，雅各宾派终于上位，处死了路易十六王公贵族和众多国民公会的议员，江湖上一时腥风血雨，杀气腾腾。7月13号那天，掌门马拉正泡在澡盆之中，突然一个妙龄女子在浴室门口求见。来者何人呢？小女柯黛，革命党人，前来呈上反革命名单一份。哦，马拉一听名单二字，眼前一亮。好好好，不必拘礼，快快进来。这样就坐在浴盆中，亲切接见了这位漂亮的少女。浴盆听起来怎么别扭呢？二人没聊几句，柯黛突然掏出匕首，一抬手，噗，插进了马拉的胸膛，当场是魂飞天外，血溅浴缸啊。马拉的好朋友大卫后来创作出一幅油画叫《马拉之死》，画的就是这个场面，现在还挂在比利时皇家美术馆里边，这是为数不多的既出现裸体和浴池却又不香艳的一幅世界名画。荷马史诗里也讲